19日上午，本所接获报案，在杨梅区瑞平路一处大楼内发生命案。本所同仁到场，发现一名翁姓妇人在房间内床上已明显死亡。翁姓妇人儿子陈南则呆坐屋内。同仁询问陈南，陈南坦承因长期照顾卧病在床母亲，导致压力过大，情绪失控，便用枕头将母亲闷死。因陈南头部有疑似自残之外伤，由警方介入就医治疗后，带回派出所制作笔录。全案依杀人罪嫌移送侦办，警方也向法院申请羁押。至于翁姓妇人之详细死因，仍待遗体解剖后才能进一步厘清。